是讲少年大叔叫一个手机，煞叫唔到啦。大叔是不敢当，请问无你有何指教？哈？我是阮小姐的随身干，唔免指导。姑娘啊，我意思是讲有何指教？阮小姐，请你代志交我面上第一首诗，我叫你爱落山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本来是金盘金主，你哪会讲落山的地啊？我又讲到唔对，我是讲落款。不是落选啊，你一定会考到状元。那呢，请问李小姐，跟我弟弟爱什么款的题目？小姐，你有较介意什么题目？是，就以花